久吗？这里是国道38号，发生了车祸，六辆车追撞。宋科长不接电话，手机也不接，人也不在医院里。今天就由我来指刀吧。我已经说过，我不能答应。马上给我绕开！患者如果出问题，你要负责任吗？患者来了，4岁的小女孩，目前没有意识。医生，拜托你救救我们恩师。老公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浪漫医生金师傅，东森戏剧台。